数据安全问题不应成为个别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，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别国企业的工具。美方迄今未能拿出证据证明 TikTok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。美方应当停止在数据安全问题上散布虚假信息，停止无理打压有关企业，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、公平、公正、非歧视的营商环境。 我们一贯要求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，以诚实和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历史问题，在此基础上同亚洲邻国发展正常国家关系。中日韩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，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，符合三方及地区共同利益。中方反对个别国家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，希望日韩关系能够朝着有利于地区和平、稳定与繁荣的方向发展。